吃火锅了。肥牛卷，这个是天海长的肥牛卷啊。这肥牛卷99.8块给大家发10包，这一包是150克，就是3斤，10包那就是3斤，1500克嘛，不就3斤吗？然后再给大家赠送一包虾饺，一包包心的鱼丸，这个鱼丸里边是有8个，虾饺是有10个。蛋饺说错了，这肉片，这肥牛好吃，肉香味很浓。然后这是包心的鱼丸。蛋饺，这天气冷了，在家烫个火锅，这个套餐是不是很棒？我这个锅里面下了2包，2包都挺多的了。出去外面吃一盒肥牛卷都要好几十块钱，随便吃一就是几十块，4-5百块钱是吧？真的很划算，我觉得。经常吃，煮个面条的时候都可以放一包。淌鼻涕啊，吃的。紧张，哎，看到没？真的，不够顶。超好吃。辣椒盒，这个是刚炸起来的，这个上过了，没那么烫。
我今天换了一个脆炸粉，这脆炸粉比我之前卖的那个便宜多了。我之前卖的那个12.9块发三袋嘛，这个19.9块发十袋，相当于2块钱一袋。之前那个12.9块，三袋22.9块是六袋嘛，买这个，这个更便宜。而且我妈说，这个比那个更好炸一点，它一下锅，它这个面啊，它都泡起来了。这个脆炸粉是我平常时吃那个烧烤料是一个牌子的，都是鸿运打的。买这种稍微直溜一点的辣椒，然后里面灌那种平常时就吃饺子调的馅儿，灌在里面，然后裹上这个下锅炸，这个给它调成酸奶状的糊啊，调的浓稠一点，挂上糊直接下锅炸就可以了。吃了上一锅的没那么烫，这里边有那个汤，因为蔬菜里边它都有水嘛，有水分。